果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朽的。现在我们来生一看，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相的肉体，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我们一般均习惯以相貌认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我们的内脏呢？现在科学昌明，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植入人体。我们不能因此说的人不是他自己了。就算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因此有形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不拘束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假我。对于真我和假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先天大道，求得的就是三宝。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首先，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若是认假为真，更是我们为了盲目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真我假我协调融合，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各门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离去。如果此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被迫另寻旁门，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其肉体皆显现山僵硬、恐惧无助与挣扎之相。求道就是开启我们各生来死去之正门，也就是通天大路。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求得三宝，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百年之后，回到我们本来不家乡，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先天大道之宝贵，即是千经万典不如一点，此点打开玄关正门佛门，天堂大陆一步直超级的永生之道。此点宝贵，超佛越祖，超经越典，超越天地，得到这一点宝贵，他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不曰超生了四级的永生，不毁不灭之先天大道也。此乃即是人人原来不有的，必须返回天之道也。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个机缘求道，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这是第一步。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意，离苦得乐，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找回我们本有至真至善至美具足圆满永恒不休的真我，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合于理，止于至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心为一身之主，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则不相随心转，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吉避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二堕地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守，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逼，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甚至竟将制造威力极大的杀人武器。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挑战，伤亡无数，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氧层之破坏，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但造了天灾人祸连连。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浩劫，因此上帝洪恩慈悲，特将大道普传于此，以挽救良善。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着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遇有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只要诚心使用三宝，必能灾避劫，逢凶化吉。此事验证甚多，不生枚举。三超生了四人生，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病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而人间种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易变的，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究成空，归宿渺茫，更不禁令人凄独怅惘。是以智慧者有见于此，乃以超生了死，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古代先修后的，因此古人为求超生了死，尽毕生之力苦修苦行，仍难以访得名师达成心愿。如今大道普传，先走后修，在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一指，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我们得道以后，认识了真我，以真我为主宰，远离邪心妄念，让我们的心念言语行为，无论待人处事，皆合于良知。百年之后，真我灵性自然返回故家乡，永享平安喜乐。四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心净灌溉它，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更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兼善天下。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享道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尽其一生精进不懈，则在世即成就圣贤事业。归天之后，必证圣贤果位无疑。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天命就是三曹名师，名师一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天堂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在。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先天大道，天命宝贵，三曹名师这一点妙至极矣，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非是在千经万典上的，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非是在世指变通上的，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非是在才高八斗上的，以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此次级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其妙极矣。此者是无师智，此智是妙智妙慧，此智此慧是我本来固有的，由先天带来的，
一即是在找回来天地人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先天大道之一妙，四妙之贵妙，不容言，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亦即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此知此觉此能此用，不用言语文字声色，不用思想，不用念头，不用言听事动，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这天地人万物万类时可分妙，也离不开其妙用妙能，故曰万灵真主宰也。设若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河汉星斗乱序，日月无光，亦不能轮转，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皆不得其生存。设若大抵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这金木水火土不能相配，则险象丛生，山崩地裂，海水枯干，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设若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则寸步难行，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总之全身不能动作，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妙至极矣。设若觉悟认识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支持而实行，即使天人合，以天人一体治理，觉言妙不容言，不是死后成佛，当体即佛矣。故曰如来佛如是佛也。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将自古不兴泄的大道普传于此，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另一方面，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祖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才能够顺利求道。此外，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一、得道以后愿以铭记并实践道的精神，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二、得道以后愿以能力所及助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三、得道以后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若由我们泄露给其他人，则
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我们自己也违反了天律的良心，远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真诚实践良心愿，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使它顺利萌芽开花结果，才不至虚度这千载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是故上天开恩，只要我们修道有恒，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超生得救。我们的子孙义的印地，对父母祖先敬大小，这是最好的机会。只要具备以上条件，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求道，欲求得千天大道，脱出轮回之苦地狱之灾，世间的穷通受忧官寡孤独生老病死苦，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必须我有得遇六万年良辰佳期的幸运。我本人心地善良，我有先天根基深厚，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此即天缘。我本人祖先有功德做善事，自己祖上有德，我目人遇到银宝师赌我得到，此佛缘已至，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或一同有修过宗教，今生遇天道降世，一同得道修道，此乃佛缘已至。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现今正值上天恩开，先天大道普传，拯救良善之时，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与众生起机为原则，因此求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练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也正因为如此，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传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闻大道的机会。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以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道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不止在各大门创始之前，甚至在天地未生以前，道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任何教门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事实上不止宗教，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吻合与印证。若我们原有某种宗教信仰，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也不会使我们背弃原有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有更深一层的体认。二，以良心经为最高规戒，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戒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求道后的规戒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由真我良心主宰自己，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三，不照良心愿行，有何后果？很重要的一点，求道并非从外在加以我们良心与真理，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行之人皆是自动自发的。师父，求道后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而自然改过向善。四，圣凡间修真我之实践，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因此现今大道普传并不要我们家舍业到深山古寺之中修炼，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圣凡兼修，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一言一行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依归，就是真我之实践。勿由提升自己而兼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心灵更和谐。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借自身之提升，影响周遭之人事物，继而汇成一股力量，在这举世天理良心日趋沦丧之潮流中，匡正人心，力挽狂澜。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普传之宗旨及弥勒佛的原慈大愿，化污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道是宇宙的至高真理，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体认到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许多贤贤得道之后，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真修真行，皆能参悟道。不止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道，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甚至一草一木，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体认至此，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